我的小蜜，我的小蜜蜂要出去玩喽。哎，我的头呢？妈，我的小蜜蜂的头呢？头怎么不见了？我来帮你找一找，好不好？好。帮你找一找它的头，看看这个是不是？这是眼睛啊。那看看这个对不对啊？是耳朵。也不对呀。那看看这个对不对呀？对，就是我的小蜜蜂。找到啦，那就出去玩吧。小蜜蜂要出去玩喽，飞。我去出去玩了，我大象。哎，妈，怎么啦？大象的耳朵找不见了。大象的耳朵找不见了，妈妈来帮你找一找，好不好？耳朵，这个，看看这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。啊，这不对呀。那看看这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对呀，就是他的耳朵呀。那好吧，大象你也出去玩吧，也派队走吧。我的小鱼的出去玩喽。哎，我的小鱼的尾巴呢？妈，小鱼的尾巴呢？小鱼尾巴也不见了呀。哦，我来帮你找一找。这个肯定是，你先看一看。这是眼睛啊，妈妈看错了。这个吧，这个肯定是了。对，就是我小鱼的。那出去游泳吧。好，出去和我的伙伴游泳喽。妈，我青蛙的眼睛打不见了呀。青蛙的眼睛不见了呀，那肯定是这个了，这个特别像眼睛，戴上试试。是，真的是青蛙呀。青蛙怎么叫的？呱呱。真的是呢。